这个选手们的他的那种就是力量明显的明显的弱，对，有一个击头动作，我们看到不对，就是刚才蓝方选手倒地，这个算这个，你看这个算是。现在场上的比分4-12，蓝方暂时落后啊。哇，两个人运用高难度动作的这种表现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。比赛越来越有欣赏性和观赏性了。小心，小心。这个就算是，我们扣除三分。对，目前我看到了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。红方刚才遭到了蓝方选手一个精彩的一个后旋踢踢头，双方势均力敌啊，还不够达到评分的一个标准。你看我在我们解说席都听到那种砰砰的声音，他们会很疼吗？就是这个力量的话，那种打击力度是很大。好，我们看到刚才一个腾空的一个腾空推踢，踢中了红方选手的脸部。对，那我们裁判员再给红方数秒，如果在数秒过程中间有的选手倒地起不来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直接可以终止比赛。因为我们这场踢王爵世界跆拳道职业联赛的一个明星级的人物，70公斤级马上就要出场的曾耿尊，因为他曾经是国家跆拳道队的一员，而且他拿过全运会的冠军、全国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，在世界锦标赛上也有上佳的表现。曾耿尊后来被抽调到，裁判直接宣布比赛结果：红方32分，蓝方46分。比赛结果：蓝方胜。